精神演，您是演员也是演员。你是谁啊？我是一个演员。阿姨，一个人要是受了太大打击呢，就会进入精神官能的休克状态，不会再有反应了。也是演员，现在我们不是在拍鬼片，虽然你们是扮演路人甲乙丙丁，但是一样是有生命有灵魂的。尤其是我们这次有机会跟动作影后杜鹃儿同台演出，应该要好好的珍惜这个机会，精神一点好不好？ Action！ 卡，你是谁啊？我是一个演员。阿姨，是这家干什么的？跑龙套的。也就是演员。你们搞错，随随便便让人当个动机器啊！对不起，三弟哥，刚才我去拉屎了，看着他闲着没事，就让他先排了一下走位。哎呀，快给我找个有反应、会演戏的来，我这等药呢，快点、让我来。你啊，做个紧张的表情来看看。就紧张来说呢，可以有好几种，在医院等老婆生孩子那种啊。儿子出事，老婆死了。儿子天才会叫爸爸，鸡鸡长在头上，畸形，中六合彩，头奖，儿子死了，老婆醒了，喂，老婆醒了啊，没有了。
一个人要是受了太大打击呢，就会进入精神官能的休克状态，不会再有反应了。